off. Jinzhen，你来，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保护龙脊椎。这次你还睡着呢？别睡了。我不想写遗书。 因为我不想死，我想回家。关键是你完了，所以我才完了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走，你醒醒。你就是头猪啊！你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我弟弟，他跟你一样。 How rare and beautiful it truly is.